毒哎、欸，超黑的，我死定了。而且我跟你说，这个倒出来会有汁，只有你的是黑的、欸、你这个是有施法过的，要帮他记住啊。哎、欸，你看人家的纸都多干净、啊，我看人家 QB 的，你的字又怎么这么清楚？好呀，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兔女郎频道，我是兔兔。今天要去做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，就是我在十年前，在我大学的时候毕业时，我们班写了时光弹，所以我自己写了一封信给未来十年后的自己。今年就是我们毕业十年的那一年，所以现在要去把那颗蛋给找出来，然后挖出来，然后看看以前写了什么。我很好奇你们都写什么、欸，然后也好奇你们找到蛋吗？我跟大家说，没有人记得蛋在哪里，所以我们约了下午两点，想说找一整个下午。我们只知道在图书馆附近，然后真的没有人记得在哪里，好可怕哦！希望可以赶快找到，我们真的没有人知道找不找得到。希望你们可以成功挖蛋，然后现在去接我同学，等一下我们就一起去。哎呦，帅哥， Hello. 帅哥，王帅啊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超烦的，你过来！你已经一只狗占两个位置了，你还想怎样 ？Hello， 我是你的同学，我是 QB， 他是我的同学 QB。嗨，这两个一人一狗在美国见过面，这次见面是在花莲，太阳过海来看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你这个可以留存一下我的牙套，我下下礼拜就拆。要拆牙套、哦？对啊，超快的。我看一下。它是那个奥特里的行销哎、欸，我现在给你15秒，广告时间开始。奥里燕麦奶含膳食纤维，对大自然友善哦，就是对地球环境友善，支持绿色永续，降低碳排放。好，知道，谢谢你介绍。平常有在练，平常有在练，没有被考到。哇，各位观众，我突然可以喝咖啡，我要把这个 moment 给记录下来，因为之前怀孕我都不能喝咖啡，是不想喝吧？对，喝就想吐。星巴克奥里燕麦拿铁。靠他了，走，他们现在靠着这么多人的记忆，觉得东西在那里，但是大家都觉得东西可能不在那里，所以我们就可能会挖一挖，然后再挖一挖，再挖一挖。很深吗？很深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怎么了？没有啊，这个口口啊。你记得你写了什么吗？我希望自己的感情状况可以 OK， 那好像是我20多岁最大的烦恼，一直都没有稳定的感情。那你觉得你十年后，现在你会跟十年前的你说什么？就是很完美，许的愿望是什么样，你就会一直朝那个方向去。所以你觉得你算是有达成你十年前对自己的期许吗？我好像是说我希望我可以有结婚，然后有一个小孩之类的，然后如果没有的话，对。然后我说如果没有的话，我要有适合结婚的人带过来这里。嗯，想不想见就带着我来的。后来不是有照片？啊，是文，是文，妈妈十年前的味道。在我们动土一个半小时之后，终于找到这张照片。原来有人有曾经录下来。我们不要让他分解，好有时代感哦！十年来蛋卷，果然。请交字。啊，请交字，看不出来了。而且我还在盒子上面签名呢。是吗？好惨啊！完全不能签名哎！哇哇！可以打开了，打开了，好恶心哦！那他们可以直接开了。哦，有有。哦哦！哇，干燥剂。好想救我！打开了，打开了，要唱名了吗？写名。而且我们用黄色信封盖。好饿，好饿！等一下，我们做很多措施哎。那里面是干的。对。可是有受潮哎，还有照片呢。欸、有照片，对，后面有这样，好蠢哦！哎，好聪明哦，把自己包成这样，又照相又拍照，
筷子。他很聪明哎，这是空白吗？这该是多的，多的干嘛进来的？对，你跟我在联络。哎，王明，王明，王明，你很扯哎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有毒哎，你们超黑的，为什么？宝贝，你字很漂亮哎。是非常漂亮，我不知道这感觉真的有毒，我自己看到，可是我不敢开。我先帮你开，我帮你开，我帮你开。好。宝贝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倒出来会有汁。为什么只有我的有汁？问你啊，只有你的是黑的，你这个是有施法过的，然后倒地上，你就知道有。你这个可能很难阅读哦，这个真的，它还皮肉分离了，药也是拿出来放到。这很夸张哎，你看人家没有包的长这样，然后你包的长这个样子，真的是不全飞了。你看得到吗？哇，最过了，那个有毒，宝贝，真的有毒，你妈会毒死你。你妈会把你毒死啊！你那个妈妈会毒死你！我要壮烈牺牲我的手。不是有放什么铁的东西在里面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你在那边 gay 搞什么，这一定是 gay 搞的下子。我的很糟糕哎，可是你明明就看起来包得很好，为什么你的那么黑啊？有毒！好像我们真的挖到了。碰到手了！大家不要围观，我好害羞哦。Oh my god！ 但看起来很可怕，等一下。哈哈哈哈哈！是用上哦，照片都没了。对，照片都没了。这些都是照片，我看不出来。你的字哦，那个背面有东西吗？我应该有写东西才对啊。哦，这都是照片，所以这才是字，对不对？字在这里，我写的字在这里。对，只剩下这薄薄一张纸了。哎，你看人家的纸都多干净。我看一下 Q B 的。你的字为什么这么清楚？我好要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真的面目全非哎，宝贝，你会不会很伤心啊？还好还好，但是大家好像真的都蛮完好的，只有你的这个样子是面目全非，真的非常的可怕。还有一点字，可是我真的看不出来，没办法。有健康跟论及婚嫁，看看看，健康论及婚，不知道。等一下，这是完整的故事，你看到哭，你为什么要看到哭？很感人呢，对对对，看到哭哎，你有什么心得吗？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？我好想要感受你们的感受，感受你们的感受。人家写好多。就是有写十个问自己有没有做到的事，有一些可能还是没有做到。你有朝着一样的方向？有哎，他字好文青哦。哇，好感人哦！我都快要飞走了，在这里。你的真的很妙。我一直很想感受大家，但我没有办法。我们的同学帮我们把这个拆开来，每一张照片。那个，我要给大家提醒：如果你要买一个时光蛋的话，千万不要放照片，不然就这样。如果你放照片，你要包起来，不然你就会摧毁别人的纸。只有这张可以留着。好了，处理完我的用万岁简便袋包住。对，我的心得是什么？其实我本来觉得还蛮 embarrassed， 就是要把这个十年前的东西翻出来给大家看我写什么。看来大自然就已经帮我毁尸灭迹了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他帮你毁得很好。我看到里面有说要找一个老什么东西就不见了。对，不知道是老公还是什么东西。是老公还是老婆？嗯，关键字就是自动消失，所以我看到只有健康跟论及婚嫁，然后还有一个老，对，老差，对，我觉得大家都有在朝自己的方向前进，有写下来是有差的，对啊，等一下还有小春挑战，就是十年前还在一起的 couple， 到现在十年后可能都分手，但是那时候留下来的证据就是信件上很相爱的痕迹，你知道那个原话是什么？希望十年后还能握着你的手。还有就是十年前还在一起那个 couple 也写一封信给他，但是最后已经分手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十年的信要好好写。他写说就是，就算我不在你身边了，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。祝福有给，祝福有给。这种事情就是写关于自己的，对啊，对。结果整个忘了做结尾，然后就在过几天之后才做结尾。我们要离开花莲了。虽然我的信是非常的模糊，但我其实一直记得，我大概就是在说婚姻这样子之类的。这么简短吗？我好像有附注很多条件，就是我又怕我不够健康啊什么的，就是希望可以把整个愿望许的就是很完整这样。我就是把那个纸当成一个许愿机。但其实你一直记得，大概记得。
但我觉得如果你一直记得的话，就会继续往那个目标前进。对，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蛮有用的。仪式感如果没有那么充足的时候，你就会忘记把这个过去的东西翻出来看。哦，所以你算是得偿所愿了。对，而且就是如期，然后我觉得甚至 even better。我想你的纸那么黑，就是你的愿望打成就是自我毁灭。然后我一直很害怕大家看到我写的内容，所以说我就达成了就让它 let it be 吧。而且我就还是一定要亲自来拿，因为我不想被人家看到的心，我甚至自己都有一点害羞看这样子。反正这支影片就是做一个十年前的记录。我兔兔雷的功力很强吧？我还是觉得很厉害。我觉得，哎，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说，那一坨信件远远就看到一个黑，就是很我的风格啊，然后就是十年还是一样这样。对，始终如一，始终如一的雷。喜欢这影片的话，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想要说拜拜。